启禀王爷，此地离金陵城最多还有一日路程，集结前锋骑兵，直长临启号，随我连夜行军。是。徐大哥，主营大陆人马就交给你压阵了。平静，前锋骑兵只有500，你脱离主力独自去京城，如何去应对？那七万叛军。从沿途的消息来看，陛下的生死已经悬于一线，我就是想让萧元启早一些看到长林军机。 放心，他只要敢出城，我就敢应战。听说有好些朝臣已经倒向了莱阳王，城外又没有丝毫的动静。如果今天……胡说！我错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就算萧元启今日强行登基，他也远远没有到稳赢不输的时候。 陛下，陛下承先祖遗泽，得席帝位，自登基以来，圣德微薄，民怨沸腾，臣受百官之托，奏请陛下深思己过，退位让贤，以安萧氏江山，以顺天意民心。 望陛下恩准。江山之危。 乃人君之过，陛下已亲拟罪己诏书，命微臣代为宣读。既然陛下有旨，那你就宣读吧。快开城门！急报！快开城门！急报！ 来阳王元启，乃先祖嫡脉，龙资凤表，才高德厚。朕愿以江山相托，万望勿辞。承蒙陛下恩信，托付江山。只是元启素来愚钝，恐难负天下之重责，心中实在惶然。
莱阳王太过谦辞了，臣等恳请莱阳王以江山社稷、天下苍生为重，万物在此。禀报王爷，有长陵旗号，已攻进京城。你说清楚些，什么旗号？长陵。皇上，长林军早就没了。萧平京现在远在狼牙山，他哪来的什么兵马？哪来的长林？将军，出事了！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城楼那边有动静，萧元启亲自带人上了城楼，四城的叛局正在集结，连巡防营都去了。那陛下的退位大典呢？现在还不清楚，不过我敢肯定的是，萧元启没能登城。难道是？真的是长林军旗。身为大梁的武将，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与长林军为敌手。这不是长林军。快走！皇兄，别动！皇兄。看我他们，元嘉，元英，把他拉住！元嘉，快点，放开我！皇爷，放开我！皇子，走，快走！皇子，二皇子，走了。拉起来。萧平京的长林军早就被拆得四散零落，绝不可能千里之遥拉到京城来。这下党不过是他剪辑之下拼凑的一些乌合之众，打着长林旗号而已。本王有70,000余林，狄将军也是一代勇将，下到这么一点人马，转瞬间就能被碾得粉碎。是
末将认为不能让他这么陈兵在外，动摇京城的军心。请王爷下令，末将愿意出城一战。城外地势开阔，羽林军兵力远胜于他。请王爷放心，末将有把握。本王自然相信，以狄将军之勇，定能够旗开得胜。三天，我数载心血，最为荣耀之事，被他一击而碎，到最后赏我三天。王爷，萧平京的背后是他父兄两代人沉积下来的声望，不像王爷只有一人之力。你后悔吗？狄某追随王爷起事并不是一时冲动，早就设想到了最坏的情形，索性以吴家人会受到株连，左右不过是一条性命罢了。不，我们用不着搭上性命，只要萧元石还在我手里，我们就可以等着萧平京自投罗网。灭了萧平京，不就是当了皇帝也睡不安稳？王爷，末将余师不明，不管城外有多少兵力，这金陵城已经完全由王爷掌控了，金陵四门已封，难道他还能潜入进来不成？你以为他陈兵数万却要给我三天时间是为了什么？金陵城太大了，能封得住普通人，却未必能封得住他。我料定他一定会来。
长宁王真的来了。咱们这几日在城里做的事情总算没白费，都打起精神来。是是。出去之后你们都给我小心躲着点，尽量避免接触，不要再轻举妄动。是是是。活着。可以了。天骄，徐大哥，按照你的吩咐，全军扎营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徐大哥辛苦了。我听说，你给萧元起三天的时间，让他安排交换条件，是吗？不然还能怎么样呢？陛下、宗室、朝臣，还有皇家庙宇，全都在萧元起手里面。一旦把他给逼急了，结果一定是玉石俱焚。像他那样一个勾连外邦的逆贼，跟他有什么可谈的？只要陛下一日还在他手里，我们就不得不投鼠忌器。坐吧，我正好有事要问你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后面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那三天时间不是给萧元起的，是给我们自己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打算去把陛下给偷出来。什么？把陛下给偷出来？平清，你疯了吗？这宫城里，荀大哥你比我更清楚吧？宫里的情况我是清楚，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我完全不知道啊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外面有人求见，说是从城里出来的。城里？快请进来。是。末将岳银川拜见怀化将军。岳银川？剑中的岳银川？正是在下。陛下以天子之宝相托，诏令末将请兵勤王。城防巡查的一个漏洞，如果想要偷偷潜入城中翻越城墙，这个点最为合适。请问王爷想要派多少人进去？
人带多了反倒有可能误事。我和荀大哥是所有人中身手最好的，宫里又是大统领的地盘，一草一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。就我们两个去。王爷想要亲自去？荀大哥从一开始就绷着脸，可还有什么疑虑？平静，以我们两个人的身手，潜入宫禁见到陛下并非难事。可你想过没有，面对萧元起的70,000兵马，要把陛下带出城根本不可能。为什么一定要带出城呢？疼吗？生在皇家，没吃过这种苦吧？也是，你一出生就是太子了，命真好啊。可你此时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，无足轻重。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，那你就杀吧。放心吧，我现在不杀你。萧平京来了，你以为你的救星来了？可我也没想到萧平京竟能一夜之间号令来这么多的人马。我知道他想干什么。想知道这外面都有什么？这里的廊下、阶下、墙边，一共有3重的雨林护卫。再往外，长林府、季风堂，跟长林王一切有交情的地方都被我控制住了。这殿外呀，狄将军负责；殿内呢，我亲自陪着你。知道为何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吗？因为你是我现在最大的筹码跟诱饵。这宫里宫外太大了，我封得住普通人，可我封不住萧平京跟荀飞展。像他跟荀飞展这样的高手，再怎么防备都不为过。他不亲自来，怎么展现他忠肝义胆的长林家风呢？可我也知道，他只要来了，他就走不了。放心，我会考虑给你哥俩机会，互相道别的。王爷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出城风险确实太高，几乎没有办法完成。但是如果可以找机会，把陛下藏在一个萧元起短时间之内找不到的地方，那不就相当于已经救出来了吗？岳将军，萧元起的深浅我很清楚，但是那个东湖雨林的敌名，没错。狄明治军严明，骁勇善战，东海血战之时更是一员猛将。但是东湖雨林毕竟实战经验不多，我想此刻必定有些军心涣散。那岳将军不妨推测一下，如果我们开始全力攻城，
大概多久能拿下？最多三个时辰。三个时辰？是。但是王爷，萧元启此刻最防备的人就是您，不如我和荀大统领一起。你不能去，敌军的势力范围你最清楚，所以攻城的时候还需要岳将军留下指挥。放心，我和荀大哥藏身的地方他萧元启肯定不知道。跪下，全都给我跪下。狄将军，逃兵。王爷如此识人重赏，这些人居然还敢临阵叛逃，实在是有些活腻了。何统领，王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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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既随本王起誓，那所有人就都该明白，这条路不可能回头。知道这城墙之外等着你们的是什么罪名吗？谋逆、诛九族，坚持到底才有唯一的生路啊！若是连这点都想不清楚，那倒也没必要再活下去了。王爷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！临阵叛逃，当斩首示众，令百夫长以上所有将官前来观刑。潜入京城的计划全军上下只有几人知道，所以我和荀大哥今晚出发之后，你们要一切如常。前锋营交给岳将军直接指挥，其他几营将领我都带你见过了，又有袁术和魏老将军辅助，相信我不在的时候，岳将军能够稳住城外大局。王爷，末将以为我方才所言已是军令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。末将领命，请王爷见谅。起来吧。岳将军留步。大统领，我知道岳将军不是质疑军令之人。我反对的不是偷偷潜入京城，我反对的是长林王亲自去。为什么？请大统领想想，萧元启已是叛国的罪人，陛下落在他手中未必能活着救出来。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个地步，那么朝廷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同长林王这般能镇得住的人。可一旦他也填进去了，这朝堂宗室又有谁能有这样的分量？怕只怕到了那个时候，为了谁有大义名分这样的事都能闹个四分五裂。而皇族动荡必致内乱，内乱必伤国力和民生，对于百姓而言又岂非一场劫难？将军，情况如何？什么动静都没有。荀大哥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待我们攻城之时，陛下性命一定不保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这秦王大军又是在为谁打这一仗？可是岳银川将军说的也有道理，一旦玉石俱焚，这大量的将来恐怕就……荀大哥，当这十万秦王大军兵临城下之时，他萧元启就已经败了，
即使没有我萧平静，天下人也不会让这个奸佞得逞。走，走。城楼上很安静，看来一切顺利。别管外面穿什么样的风言风语，全都是假的。如果任何人敢在王妃面前乱嚼舌头，本王绝不轻饶。是。我的首饰拿来。是。王爷，您还是早些歇息吧。明日城外必定会有动静，不管您决定是战是和，都不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。而且萧元师就在旁侧，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你太不了解萧平静了，天亮前的这段时间实在太安静了，越是安静就越是危机四伏。他该出现了，他不来还真是辜负我的一片苦心呢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走开！不要过来！
王妃，让开，让开，都不要跟着我，别过来，王妃，王妃。啊！快快去禀告王爷，王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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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爷，安如，不要过来，安如。安如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快下来，安如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咱们马上就要成功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有时候一死，要比活着容易太多。安如，安如，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什么了？你不要胡思乱想。眼下京城的形势绝没你想的那么糟糕。金陵四面围城，你真的还以为自己能够安然脱身吗？我不是以为，我肯定能做到。为什么？你先听我跟你说，安如，安如，安如，抛开私刑不谈。萧平静的身上担着他长林府两代人的名声，萧元石毕竟是他的主君，他比谁都在意小皇帝的生死。安如，你不用害怕，我眼下还有能力与萧平静一战。哪怕最后上天真的负我，只要萧元石还在我手里，我就能换得你我二人的平安。我带着你，咱们远走高飞。远走高飞。去哪里啊？去东海吗？安如，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为何还要如此任性？快下来，快到夫君这儿来。安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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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一切都有我的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我虽是女子之身，万事由人做主，但我也想活得一世安心，步入家门。你起兵谋反，我便算是于国不忠，叔父养我长大，却因我一时软弱而死于非命，又可谓是不孝之极。安如，很多事情你不能这么想啊！此生已是罪孽重重，但愿来生可得清白。安如，安如，安如。姐姐，长歌起，风转回廊，微微锦绣明堂，
想念变成战火万里冰雪吗？人间多半月出门空墙，铁甲落群迎枪，盼白首如霜。灼灼汤滴，亘古自在华章。宇宙疯狂，何妨？林泉月明，看层乱叠嶂。寒角云鼓掌，引千骑卷平冈。烈酒当饮尽。几何曾远悲凉，清贫世间乡，愿天下从此。